级汽车。愤怒的蜜蜂。哇，好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克星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圈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。他们都送回家了。嗯，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
加速了。嗯，你的方向错了，闪开，快闪开！福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快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停停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，滴滴火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，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嘿嘿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
就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！救命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！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。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。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水下救援。去滑冰喽！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，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呀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！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表面裂开了！快跑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麦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麦嘟嘟和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跳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，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超级汽车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，我要帮帮他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滩
嘟烧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颠啊颠啊颠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，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！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哈哈哈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贝勒虎。公交车班次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是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！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，没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！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
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是巴士、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，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，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，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磁铁车，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跑红灯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，咕噜噜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。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
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！砰砰爆米花！哈，能田大丰收。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！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、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阿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到底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